哦，这个秘密，秘密。上个月才还在秘密的两人，终于有好消息了。据 ET Today 报道，31日，陈乔恩和男友 Alan 在几位亲友的陪伴下，到大安户政事务所低调登记结婚，正式升格夫妻。陈乔恩穿着紫色针织外套和白裙，甜蜜勾着西装笔挺的老公。除了在拍照墙前合照，他们也在现场拍摄影片纪念。陈乔恩开心直呼“我结婚喽”，还询问证婚人的感想，现场气氛相当温馨甜蜜。两人因为拍摄恋爱实境擦出爱火，已经交往两年多，感情非常稳定。这期间时常传出怀孕、结婚等消息，在被多次否认后，这次终于真的签下去了，粉丝都是祝福一片。他的好友赵小乔也证实消息，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，很祝福乔恩。而陈乔恩的经纪人则表示，是看到新闻后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有跟乔恩求证了，确定是真的。至于是否怀孕，他则说没有。不管如何，有这么多人的祝福，你们未来一定要更加有爱哦。